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是节点十一之二。那节点十一之二呢谈那个什么是教育及教育制度的目的，什么是教育制的目的，还有什么是教育制度的目的。好，那我们这个刚刚上一节点的时候呢，我们跟同学们呢谈了就是我们这几周的设计。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教育的教育制度的目的。OK， 那首先呢，我呢还是一样呢，就是想让同学呢去思考一下，教育及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好，那同学们呢，不妨呢做一些思索。那我们一样呢，就是有请这几位同学呢做了一个简单的讨论。然后呢，所以呢，就想让同学呢，一起呢，来看一看。好，好，那我们先来看同学们的讨论。要教育才会进步，就是一个国家要强大的话，就是让，就是人民都要接受教育，这样才知道许多事情，这样子，什么事情做起来都会比较顺利。就是如果不接受教育的话，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就是那个国家就是会没办法进步，就是停留在原点这样。然后别的国家人民就是都接受教育的话，就越进步上去，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然后所有方面都会越来越好。因为教育这是一定要的，教育就是让一个人本来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可是你教育就是要让他，你让他知，虽然不用到全部都了解，可是你知道让他了解一些什么东西，基本上的就是生活的东西都要知道，就是教育，就让你变得比较内涵，然后就是什么至少就是不要什么都不会，他教育是要让你会一些东西。好，那刚刚呢？好，刚刚呢，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男同学呢，他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认为呢，教育的目的呢，就是教育可以使人进步，可以使国家富强。这个答案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分析起来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教育的功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教育这个需要国家需要。像我们现在12年国教，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进行教育这件事情？好了，为什么各位同学都要在学校里面接受教育？那教育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好，那这讲的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理解到的，就是说教育可以使人进步，好，然后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于个人而言，个人会因为教育而获益，好，然后进步。比方说各位同学在没有来读书的时候，没有上学的时候，你在国小之前，你的程度认识的字，跟各位同学现在你的程度认识的字，绝对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所以呢，你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国你所受的教育，让你呢进步了你在认识字这件事情上面有得到一些进步。还有呢，比方说，好像各位同学可能呢，你本来呢是不会英语的，假设，那因为你在学校里面呢，受了一些老师的教导，所以呢，你们有英文课，所以呢，你会讲一些，那你这是教育使人进步的地方。那另外呢，教育对国家来讲呢，也是可以使国家富强的。好，那为什么教育可以使国家富强呢？这个跟我想我们可以用清朝末年的历史来做一个例子因为清朝末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中国呢跟那时候呢清朝呢感受到就是很大的压力，就是西方呢船坚炮利啊，我们好像就是怎么样都打不过，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做了军事上的改革，就是我们所谓的自强运动。那后来呢，就发现这样不够，又做了戊戌变法等等之类的。那这个大概在越靠近晚期的时候，各位同学如果有留心那一段历史，就会发现新式教育呢就渐渐流行了。所谓的新式教育就是学习西方的。
西方的不是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主要是它的内容。比方说像科学的部分，好，那因为中国的科学呢，在清朝以前呢，我们对科学呢并没有那么重视，所以呢，接受了科学的教育之后呢，它就可以啊。你要说一下子变富强，那也当然是不可能，但是至少它使得国民有了科学的概念，那他就可以去再做一些在日常生活里面，然后它会使得这个国家呢就是比较容易朝富强的方向走。所以你各位同学如果留心世界各国的那个，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会把识字率，认识字的人有多少当成一个国家，这是他强不强盛的一个富不富强，强不强盛的一个参考指标。好，那还有呢，教育就是教育可以带给人新的观念，好，所以对这个国家国民呢有改善嘛，刚提到了，所以国家容易就富强啊，或者是他教导这个国家呢主导这个教育上面呢，就是让各位让同学们就像是让国民们呢，对不起，不是同学，是这个国民们呢，就是很努力很愿意为国家付出，好，就是很爱国，那这个国家当然就强盛了，因为他们跟国外的各国呢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的人民呢都是爱国的。那这件事要靠什么达到？靠教育。好，那这个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边呢想要跟同学们做引导的。好，那当然这个同学可能想说你本来就知道，好，但我们听听别人的讲法也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直突然被问到，也不见得一下就能讲出来。那另外呢是这位女同学呢，她提到说教育可以使人呢从无知变得有内涵。好，那这是教育最大的功用，就是我们撇除了所谓的进步，撇除了所谓的富强。进步呢跟富强呢，刚提到是个人或国家的，那它多少呢都有一个功利性的关系，就是说它是为了某一个正面的效果，所以呢国家就是提供教育。但是我们就一个人的内在或是一个人本身来讲，他最重要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可以使人从无知变得有内涵。无知是因为无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犯下一些错误。比方说各位同学一定有听过天狗吃日天口食日，就是在日食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的人他们会认为是天狗在吃太阳，所以他们呢就会拿着呢敲锣打鼓啊，就跑出来干什么呢？想要把狗吓跑，然后让他过了一阵子呢，太阳果然又出来了，他们就认为他们的锣鼓把太阳抢回来了，对不起。那可是是真的吗？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接受了现代的天文教育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哎呀，其实这就只是一个太阳、月亮，这个地球公转自转之间摆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好，然后呢谁的影子，然后怎么样，好，然后呢如何如何，所以造成了日食的现象。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嘿，我们就不再认为我们的锣鼓把天狗吓跑了。好，那这就不是，我们就不再无知了。好，那所以教育呢可以让我们不再无知，而且呢还可以变得更有内涵。好，这比方说像我们人文修养上面的，好，那像我们学会唐诗，学会论语，好，然后我们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那我们把这些呢就是内化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然后教育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呢就会在就能够在这些先人的智慧里面呢，就变成内化，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在这先人的智慧里面，让我们变得更有内涵。好，那这就是我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说教育是可以
啊，不是我啦，是这位同学，好，从无知变得有内涵。那这个部分我把两个人拆开来，是因为这是比较没有功利性的讲法，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教育啊可以达到的目的。好，那我们呢分享了这两位同学这几位同学的说法之后呢，好，也希望呢各位同学呢可以再次想一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制度的目的又是什么。好，制度呢是我们去替他区分，说比方说像12年国教，他就是69年一贯之后呢，就是国小中学之后呢，再来加三年的高中，然后通通变成这个国民义务教育，这就是一个制度。嘿，那过去是教育制度的，也可能是九年一贯实施之前，九年一贯就是六年加三年变成九年一贯嘛，对不对？那但是在过去呢，是国小三年啊，对不起，国小六年，好，然后国中三年啊，这中间呢并没有一贯。所以这个教育制度的它的定定上面呢，是也有一个因应国家发展的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制定这些制度？好，那这同学呢可以再想一下。我们第一前面听了几位同学的说法，那接下来还是希望同学呢，不要只是以听到刚刚那些为满足，也可以继续的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面，继续呢做思索。好，那在我们这边呢，好，在接下来的单元，对不起，接下来的节点里面呢，教育及教育制度的目的呢，我呢挑选了这个《礼记》的学记篇，好，《礼记》这本书里面的学记篇，好，来跟各位同学来一起来看呢这个教育及教育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在上周结束的时候就有预告同学说我们需要来读看这一篇的篇章。那不知道各位同学是否已经上网呢去把这篇篇章找出来了。好，那如果还没有呢，可以等一下呢试着去找一下。好，那网络上呢不管是篇章还是翻译呢都是有的。好，那这个可以当作同学们呢在阅读这一篇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就是利用网络上的资源呢去做一些参考。啊，不过这边也是提醒同学啊，因为这个文言文的这个版本呢有一些出入，所以并不是每个网站呢就是关于学记的内容呢都是完全一致的，完全正确的。好，所以各位同学在选择网站的时候呢，要记住就是好好的去做一个检责。就是比方说去看一下，比方说这是中央研究院的网站，哦，那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学术的单位。但是如果你是奇摩知识家或等等之类的，就是百度知道等之类的，虽然也有参考的价值，但是你要再去验算一下，就是再去找一下别的网站是不是也是这样写，好，那这样比较妥当一点，好，比较不会他抠了一半，结果呢你就以为这一半是这样子，好，那个这个我也有深刻的教训过，好，对不起，就记忆深刻的教训。好，那有一首诗啊，明明是一首就是他明明有一首诗，好，他假设他本来呢是12句好了，就是他不是一个律师，那我背诵的时候他就是12句，那同学扣给我只有8句，我就觉得很困惑，为什么你的作业只有写8句，然后他很坚持原来是他所用的那个网站呢就是只有8句，所以他就认定只有8句，这真的是一个悲剧啊，哈，就是所以提醒同学在这部分上面要小心一点。好，好，那我们呢啰嗦了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呢往下面一个节点呢来前进了。在下一个节点呢我们会用礼记学记呢来看教育的目的。